我去马路送我的大堂街，七星都住偏呗，啥一年扎多，米一年扎多，女性一年扎多，吃啥一年扎多，俺多呢，说水给我，这说水，人心给我了，过得中，心就给我了，过得中，年轻给三给。新的建筑就算了，主要也能住个人住。而且呢，温泉那个啥，可能就重要些呢。俺重点的，看的大城区，特别是三个新长嘛，基本八多米高长，八多米基本长，新建看它的那个明天的三个新的建筑基本，那都什么东西？因为早晚那民用生活问题呢，三嘛基本基本了，特别去工业这边这边新建的蛮多吧。你得到他那生命改变，如果住上个现在叫啊，没有如果这些都打乱了，没办法，他们说没成就。我们做厂家话没给我，我是，那得就是。那第，从哪路看点高的是哪？那呢，上面吧，那是吧？那特别缺工啊，对不？来年这个土鳖对吧？伊那呢？